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This is January. Hello everybody, this is Cecilia. 欢迎大家收听早安英文。Jan, 我发现你还真的是神预言耶，有点厉害啊。What did I say? 我预言什么？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冬奥会？ Everyone's been talking about Eileen Gu. She was like a goddess, 简直是天之娇女啊。大家呢都对她是溢美之词，但是你那时候就说啊，就怕这种造神的行为会让她之后承担同样程度的诋毁。Oh yeah, it really happened, right? 其实当时啊，也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的，很多人呢都会担心她会像现在这样被舆论反噬。Yeah, there has been too much attention on her. 如果她说的每一句话、每个行为都被人拿着放大镜去看、去推敲。那世界上没有几个人是经得住这种推敲的，更不要说她才18岁。Yeah, most criticisms of her were about her nationality. 说她不应该回美国，还有呢，不该称呼中国为中国。那不称呼中国为中国，称呼什么呀？要叫祖国。这我不理解。对，所以网上很多人都说，这些骂谷爱凌的人啊，是不是就是酸啊？其实谁都有酸的时候，但是呢，不能够总是被这种情绪左右，伤害到别人。Yeah, it's definitely a feeling we need to deal with in a proper way. 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我酸了，这个酸在英文里面应该如何表达啊？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我们现在所谓的酸了、酸精、柠檬精，其实都是一回事，说的呢都是同一种小心思。对，这种酸的本质呢，其实就是见不得别人好。那见不得别人好啊，就容易说一些酸溜溜的话，甚至是口出恶言。对，那在英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用 sour grapes 酸葡萄来表示这类情况。这么说来，人类的感情还是相通的哈。我们中文也会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来看看韦氏大词典里面是怎么定义这个 sour grapes。It defines it as disparagement of something that has proven unattainable. Disparagement 就是表示诋毁。Unattainable 形容一件事情是无法得到的，无法获得的。那眼红别人的好，但是呢又得不到，就干脆诋毁他吧。This kind of mindset is what we call sour grapes. Yeah, you're annoyed that you cannot have it, so you criticize it.哎，那比方说我说他那样说话纯粹就是酸了，那用这个表达可以怎么说呢？ Well, we can say his comments are pure sour grapes. 而且我还想到啊，我们中文里面说一件事情不好之前经常会加上一句，我这可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或者我可不是酸啊。比方说我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啊，但是我真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有多好。I don't think it's such a great job, and that's not just the sour grapes because I didn't get it. 其实说到底，酸背后的心理就是嫉妒嘛。因此，那 envious 或者是 jealous 这些词呢，翻译酸，我觉得也是可以的。Yeah, what they mean are pretty much the same, but jealous gives a kind of possessive feeling. Jealous 这个词它还包含了一层占有欲哈，就是要独得恩宠、独享这种感觉。所以呢，吃醋我们一般会用 jealous 来形容。Jealous 它是一个形容词，它的名词形式 jealousy 就像我们平常说的羡慕、嫉妒、恨，用英语来说就是 dying of jealousy。有时候开玩笑也会说嫉妒的要死哈。Now who's dying of jealousy? Oh, it's you. 或者我们也会把这种酸、嫉妒的情绪呢说成是眼红，对不对？没错啊，但是呢英文中就不叫眼红了，叫眼绿，可能是嫉妒的都眼冒青光了吧。Yeah, right. In English, we use the word green-eyed. Green-eyed 这个说法呢其实是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奥赛罗。Oh, beware my lord of jealousy.
It is the grey night monster which doth mock the meat it feeds on. 翻译过来呢就是啊主帅你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他的牺牲品就要受他的玩弄。这里绿眼的妖魔就被引申为嫉妒。他对我的成功感到嫉妒，感到眼红，我们就可以说 She is green-eyed with my success. Right, actually the color green has hence been associated with envy. 绿色啊，好像都已经成为了嫉妒的代表色了。那形容一个人非常嫉妒呢，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短语Be green with envy. 嫉妒的人都发绿了。比如说 Cici 过生日，有人送了她一辆车。Cici, you got a new car for your birthday. I'm really green with envy. 我可太酸了。你这个例子举的，不要制造谣言啊。哎，我突然想到，英文中的 acid 也表示有酸味的酸性的，比方说酸土啊，酸苹果啊。那它是不是也可以引申为这种嫉妒的酸呢？哎，这个不行啊。Acid 确实可以用来形容人，但是呢，它形容的是人讲话尖酸刻薄，不留情面。Yeah, I've definitely read sentences like, he said rather acidly, he answered with some acidity in English literature. So, what about its synonym, sour?那 sour 也表示酸，它能不能形容人呢？是的， sour 也可以用来形容人，那跟 acid 这个单词的意思呢也比较像，形容一个人尖酸刻薄，脾气不好。 For example, a sour man, 一个脾气坏的人。 A sour face, 阴郁的脸色。所以跟我们说的嫉妒的这种酸还是有区别的哈，大家不要弄混了。Well, we've covered so many expressions today. Yeah, we did. What we want to say is, don't let jealousy get you. 我们还是要对自己内心的 pH 值保持警惕啊，因为酸呢会滋生戾气，所以不仅要控制自己不要酸，更要学会随喜赞悦。That will bring us inner peace and joy.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So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每天都会更新。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另外，点开小铃铛，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This is Jen. This is Cecilia. See you next time. Bye.